讲了完一届诶，牛只浪费时间做作业，啊，人则安排时间好时机，他只争取时间求面面，你只留时间成功立等吼。这只吼上好诶，就是会面遐，你只就是讲爱有智慧，咱爱利用时间，利用咱出生即、这个因缘，才能够讲大道普度，咱爱去成功立等，互咱家己。诶，咱今年电影出来如何？另外，搁咱超时了事，而且搁咱的天作拢会当降灯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爱做下面这句地降，利用时间好好啊去行功立德，啊，买当吼，使咱吼回向到咱的无形大德，啊，咱佛堂的咧，讲一下忏悔，迄个听一条忏悔歌吼，咱若互我讲到底，啊，伫忏悔歌内底吼，拢会甲讲的，啊，咱吼注意听啊。迄个等下吼，向先佛意愿的时阵，叫咱内心无好，要唱唱出来吼。从八愿中
伫这个过程学习的当中的，如果讲要过去的，把咱生活下做，阿妈妈把咱目前的各位点灯师以及各位前线大德啊，我保留哈，够。最后，祝咱各位前线身体健康，华喜充满，道路丰盛，感恩。大众祈福。蔡元师慈悲前道吉公，君道吉公，感谢蔡元师。